来搭先生早上，来得好吗？我想介绍自己，我叫苏娜蒂，我今年40岁，我从比马人台北洋人来，我读着中学毕业，我去做工，我有3个小朋友，我上外教，我给上课有140次时间，我给大家有100公斤，我已经做很多一万三年照顾老人家。我做喺布奈两年，同埋喺马来西亚两年照顾老人家。我老板中国人，我识中国我好知，整个政府建设山东三米双最上，细节属地物地。我识对中国上好知，情意真单真主要，又宽又面，又再宽嘅就单个中国度。我唔计较，我唔识主要，但系我好做主要。我希望在一系香港，我独立战备我屋企人都买俾，都买俾我自己大家。我希望大家先生对我做你的朋友。如果大家先生对我，我会好好做嘢。楼上的话应该国际都做用两年合约。唔该晒大家，唔该晒先生，最近喺香港，拜拜。